公主，离最近的村庄还有5里路，您看今晚需要进村借宿吗？ 不对劲，耕地里居然一个人都没有，也许都回家了呢。连农具都扔在了地里，的确古怪。三哥，我去看看。 留下来，帮我照顾一下小五。好吧。瀚海乾坤罩第一技能，瀚海护身罩。小二，你保护他们，一切小心。戴老大，我们走。 狼刀，是人类吗？他们是人类与魂兽疾风魔狼的结合体，半人半狼的怪物。风啸天的疾风双头狼武魂，就是疾风魔狼的变异增强体。所以，狼刀既具有疾风魔狼的体魄和天赋能力，也具有一定的人类智慧。没错，他们生性嗜血，喜好劫掠人类作为食物，一旦遇袭，不死不休，极难对付。500名狼刀就能战胜万人级别的正规军。 我们很难正面对抗这么多狼刀，怎么办？动手！ 你们的对手在这里。 第四魂技，白虎流星雨。三哥，香香，你没受伤吧？我没事。谢谢。感谢感谢。
带着村民快逃，这里交给我们。大家快跟紧我。这些狼道只是下属，他们群体中一定还有一个首领，只要抓到这个首领，剩余的狼道就能破公子破了。狼道首领不在，我要相信他们。被包围了，怎么办，小子？